请各位合掌啊，来，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成佛四论述记》，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阿罗汉为识，他这个阿罗汉。那么也就是呢，从这个721啊，我们从头然后721这个地方啊，论文我们把它念一遍，复习然后，此事无始，恒转如流，乃至何谓当究竟舍？阿罗汉为方究竟舍。那什么是阿罗汉呢？为诸圣者断烦恼障，究竟尽时，名阿罗汉。所以这是用断烦恼障来定义啊，断尽啊烦恼障。那722，尔时此事烦恼出众，永远离故，说之为舍。啊，这个是略说阿罗汉跟略说舍。那722的最后五行这边。就开始呢，广说这个阿罗汉，啊，总共有三种定义来讲说阿罗汉为舍啊，舍什么呢？舍阿赖耶是名，哦，所以第一种呢，啊，这个所说的此中所说阿罗汉者，通摄三圣无学果位，可以是声闻，可以是缘觉，可以是菩萨，三圣里面只要是无学果位。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是声闻，那就一定要阿罗汉；那缘觉的话，一定要辟支佛；菩萨的话，一定要是如来，都一定要是无学果位。哦，这是第一种，阿罗汉为舍这个阿罗汉的定义，扩充到三圣，但是一定要无学果位。那么为什么呢？723呢，说皆以有害烦恼者故，因受世间妙供养故。啊，永不互受分断生故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种说法。那下面呢，它的说明理由，它为什么这样定义？云何自然？就是要讲出它的理由。因为它引用的是《瑜伽师地论》抉择分里面讲的，诸阿罗汉独觉如来，皆不成就阿赖耶故。那不成就就是呢，施阿罗阿赖耶名呐，啊，施阿赖耶名这样子。那因此呢，这个724页这边，啊，它的前面四行这边，把抉择分里面啊，等于有提到刚刚那一句话的啊，就是有成就转世非阿赖耶，主要是讲这个三圣无学，不退菩萨，但是呢，必须是要不入无心位的，啊。必须是不入无心位的，这个是没有阿赖耶，但是呢成就转世了。那如果是两边都有，那当然就还有阿赖耶，就不叫阿赖耶为舍哦。所以你看那个第三行724的第三行最后那个有具成就，就是有转世有阿赖耶，那就是第二句不入无心位的。那第二句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第三行。七谛以前，二圣有学，不是无学哦，有学。啊、哦，那七谛以前，啊、哦，还有呢，凡夫，一生就是凡夫，啊，凡夫入无心位的，啊、哦，那这三类呢，就是呢，有阿赖耶，啊、哦，然后呢，那个四心前七转世暂时停止的，所以你看入无心位，啊、哦。那如果是第三句有具成就，就是有前七转世，有阿赖耶，啊，那就是刚刚讲的还不入无心位，啊，凡夫呢有心，那当然都有了，有前七转世，也有第八世，那两个都没有，前七转世也没有，是阿赖耶也没有，那就是第一句，啊，特别强调的就是呢那个不退菩萨入无心位的。啊，没有前七转世不现行，然后第八阿赖耶识也没有了啊，失去阿赖耶识了。所以，然今但引初具三人，所以这边第一种说法阿罗汉为舍的阿罗汉呢，
是讲第一句的那三人啊，就是三生无学，还有呢这个不入无心位的不退菩萨啊。那再引用七二四，再引用集论里面讲，若诸菩萨得菩提时，顿断烦恼及所知障，成阿罗汉及如来。所以这是顿断烦恼成阿罗汉，顿断烦恼及所知障成如来哦。所以因此呢，这是第一种说法，它的结论就在724页倒数第三行，724倒数第三行，此诗亦说不退菩萨虽不起现我爱执障，暂时浮离，总犹有故，为名为舍，所以不可以叫做阿罗汉。连第八地哦，第八地不退菩萨，虽然他那个七世执八世的那种我爱执障都不起现行，但是呢那个烦恼障它只是暂时浮离，并不是永远断种，所以它还不可以叫做阿罗汉未舍的，这个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无学。所以菩萨这边一定要到如来，要三圣的无学，阿罗汉、毗湿佛、如来，这是第一师的说法哦，第一次的说法。然后下面只是在讨论这一种啊，这个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给他这一个跳过去。也就是说呢，这一个他这边讲的啊，是直接讲的都是无学位，连不退位的菩萨啊，这种第八地呢都不算。哦，都不能算，一定呢，一定要是如来这样子哦。好，那么第二师就727页，对不起，727页。这边第二师的话呢，他就没有像刚刚第一师强调一定要如来，而是第八地不动地，只要不动地，第八地以上，第八地以上的菩萨，一切烦恼永不行故，虽然没断种，但是呢它永远不会再现行了，所以也合乎阿罗汉未舍的条件哦。所以这是他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烦恼永不现行。好，那第二个理由呢，就是他说的法始流中任运转故啊。哪个是叫法始流中呢？就是它的倒数727的倒数第五行，第八地以上的菩萨于无相海任运而转，也就是它的无相无家行的这一种智慧作用呢，它永远都任运而转啊，这种无相的观察啊，无功用、无家行的无相，一直都可以任运，所以因此他才可以说他的一切烦恼永远不现行啊。但是第二个理由特别讲的是他的无相的功用哦，可以呢任运哦。所以你看那个倒数第四行写的“真俗双运，无功用任运转”，啊，一直都在中道第一地的这个的功夫里面哦。然后再来就是第三个，于一行中可以起诸行，哦，所以他说于诸行中起诸行，那不只是一行中起诸行，是诸行中起诸行，也就是728的第四行，八地已去，一切行中修一切行，不是布施里面有一切行，持戒里面有一切行，不止这样，他可以同时修一切行，十度波罗蜜同时修，而且同时修每一个波罗蜜里面就具足一切菩萨行，通通都在这里头。哦，所以这个才是这个最厉害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这个728的倒数六行这边，他就是做一个对比。啊，出地以前修持戒就修持戒，修布施就修布施，一行中修一行。出地以上的话是讲的是六波罗蜜，用的是六波罗蜜，
一行中可以修一切行，可是八地以上，那就不只是六波罗蜜了，而是一切行中，不只是十波罗蜜，八万四千菩萨行，然后里面的任何一行都可以依集一切。哦，所以你看，他就再度说明，七地以前只有修六度，只能修一个，哦，然后用一切行庄严之，八地以上万行中俱修万行。所以因此用这样来定义说，这个这样子的八地菩萨等同于那个无学位一样啊，因为你强调的是凡阿罗汉未舍嘛，那个阿罗汉是烦恼障尽嘛，虽然没有断尽，种子没有断，但是永远不现行嘛，而且刹那不断的都增进功德啊，就是最后一个道理，七二八的最后一行，刹那转增进故，哦，所以你看这个七二九的第一行，八地后无漏相续，无有漏来做间断，当中绝对不会突然冒出一个有漏出来，一直都是无漏无功用的这种无相行，一直上去，所以第二行还甚至呢引用经论里面来告诉你啊，第十经啊，还有瑜伽师地论啊，告诉你说八地以上于初刹那能得过前二阿僧祇，第二刹那再比第一刹那更加倍，所以一直进步，绝对不会退下来的。他说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不退菩萨，虽然还没有到无学位的如来，哦，所以这四个原因，也就是他的科判的续初、续二、续三、续四，哦，他我们课本已经把它分成这样四段了嘛，哦，所以他要做总结，这四因当中，第一因减解行地以前，解行地就是加行位、资粮位、资粮位加行位，哦，那么这个啊是一切烦恼永不行，是不可能的啊，哦，所以请参考这边意蕴哈，哦，这个资粮位加行位名胜解行地，此位烦恼未永不行，还没有办法永不行烦恼，所以第一因就简别于它，绝对不是资粮位加行位而已，所以此初因减地前啊，这是第一因哦。然后呢，你看七二九这边的第六行啊，十地菩萨能除烦恼，毕竟不行，非第七世精通七世啊。突然补这一句话啊，那待会我们再看啊。这其实上礼拜要结束的时候讲过了啊。那第二因减前六地，也就是说有别于前六地。那你看意蕴这边写六地以上六世烦恼能永伏故，哦，讲的是六世烦恼，哦，所以才会说呢，补充前面非第七世精通七世那一句，哦，所以这边呢意蕴就解释精通七世者，此曰八地的烦恼不行，故通七世。通前七世的烦分别俱生现行烦恼，也就是说，哦，不管是分别我执法执，俱生的我执法执，再分成跟第六世相应的，跟第七世相应的。这边讲八地菩萨烦恼不行，是不要说是只有前六世的分别俱生不现行，是连第七世的分别俱生的烦恼也不现行，哦，所以他课本这边才会补充说能十地菩萨能除烦恼毕竟不行，非第七世，现在精通七世来说，哦，整个七世的这一个烦恼都不起现行，哦，你说那这为什么讲十地菩萨，应该是说从初地到十地没有特别去讲啊，包括前面的七地不可能都毕竟不行，
所以他这边会让人家误会第十地的菩萨，你会把它看成是第十地的菩萨。那为什么还这样写？也就是说整个十地菩萨不竟然每一个都像第八地以上这样子，都所有的第六世第七世通通的烦恼不现行，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这个地方强调第八地整个前七世的分别俱生烦恼通通不现行哦。所以这个是前面的那个啊，不只是解行地啊，包括还这个。那第二因呢，前六地中未能于无相海任运而转，但是呢第二因就是你看那个就是七二七的法死流中任运转故，就是呢八地以上于无相海任运而转，无功用任运而现行哦。这种无相的功用无功用完全都可以现行哦。好，那第三因一行一切行那些啊、哦，所以这个就很好懂了啊。这个七地中还不能够起一切行，但八地就可以一切行中起一切行啊、哦。那第四个刹那刹那都不断的进步啊。那课本这边写第四因减一切地啊、哦，所以这边我们看不太懂。那意蕴就跟我们讲，所谓的减一切地，包括以八地以前的到解行地通通含瓜，也就是说其他的菩萨都没有办法像八地菩萨这样于一切行中修一切行。所以这就是七二八为什么默学刚刚要念比较详细，就这样。如果你分开解释分开讲啊，所谓的初地以前圣解行地是怎么样，然后呢初地以上是怎么样啊等等的，都没有办法像八地可以于一切行中修一切行哦。他的第四因是要讲这个，因为第八地的菩萨是刹那一刹那刹那刹那不断的在增长功德啊哦，所以这个完全不是前七地的菩萨能够比得上的，所以才称他为这才是真正的不退菩萨呀。所以第二师强调的就是呢，我没有定那么高，一定要无学位的如来，但是呢我也不能定太低啊，最起码要八地以上才叫做呢不退菩萨，才合乎这个抉择分里面的那个标准啊，然后等同是阿罗汉位舍那个阿罗汉位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就进行到这里啊。那第几页？七二四倒数第六行。哦。好，十地菩萨不能少断俱生烦恼。好，所以呢？然后还有倒数第三行，所以第一师就讲说，不退菩萨哈，虽不起现果爱之常暂时浮离，这个是说，你如果说只浮了第七世。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就是，七二九的你刚念的那个十地菩萨能伏烦恼，第七不行。他说第八地哦，他不是第七世哦，他是通前七世，他都对都不会起的。对。那前面七二四的倒数第三行是说，即使像八地菩萨，他能够断我爱之长起来，暂时能够伏。还有种子，他们一直在强调，十地跟八地，是不是说种子跟我没有种子？对，没错。那为什么出师八地，他为什么可以说他的一二三四四因？他说第一因就说一切烦恼永不行，可是他有种子啊，为什么可以说一切烦恼不行呢、啊？那个行就是现行呢、啊？对啊，有种子没有现行呢、啊？所以一个。第一师定义说不叫做不现行而已，是要永远舍永远断，所以一定要无学位的如来。
第二是说没有啦，只要他不现行就好了啦。哦，所以那个第一丝的就是连种子都要算进去，对，一定要没有种子才可以叫做阿罗汉。对。那第二丝就是说，他只要烦恼不现行就可以了。对，基本上就是这样，没错。所以七二四那边，你刚问的倒数第六行那一边，啊，才会说你可以在那个金刚定时方顿断尽上面呢加个必须到，必须到金刚定时，它才真的是断。在这个之前，它可能只是让它不现行哈，然后呢让它呢不起作用，现行就起作用嘛，哦。但是呢，你这个实地菩萨他也就有办法让那些烦恼障啊先扶住，哦，先扶住，啊，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断，他故意留住。你看他写的故留，然后呢不障碍那个位次，哦，但所知障就不一样，所知障他就是一分一分除，一分一分除，他的位次才会一分一分高上来。所以他的一分一分处，一分一分告上来，就是讲出第二地、三地、四地这样的差别。哦，所以如果你要到无学位的话，你的烦恼障一定要断尽，你才能够证得无学位。但是他故意不马上断尽，故意留到金刚预定的时候才一次顿断这样子。好，那么这是第二师。啊，说八地就可以了，但是呢，八地呢为什么可以？他就举了四个理由嘛，哈。好，那七二九页倒数第四行啊，那么就开始解释那个舍，这种不退转位的菩萨，然此菩萨虽未断尽一熟世中的烦恼种子，而缘此世的这种我见我爱等，这个第七世缘着第八世啊产生的我见我爱等，不再起作用了。不护直常为自内我，所以包括第七世等烦恼我执现行通通没有。注解里面倒数第一行啊，七二九的倒数第一行就解释这个，他的我执啊起现行通通没有啊，通通没有啊，所以说他叫做阿罗汉未舍阿赖耶识名，就在这个。哦，所以七三零他说因为是这样，因为是这个理由才定义他永舍阿赖耶名，故说不成就阿赖耶识，此意说彼名阿罗汉。所以不退转位的第八地菩萨就可以叫做相当于阿罗汉了。哦，所以第二行七三零的第二行他说呢，此是意说无限执障，于且说此即名为舍，以阿赖耶识常义故，是藏义故也可以哈。此意说彼名阿罗汉，三义具故，如前因之，啊，这应供啊，啊，不再分断生死啊等等的啊。那下面两个问答：若现不执，即名为舍。那七地以前也有不执着的时候啊，入无漏心等，是不是都可以叫做舍呢？哦，他的回答呢？借由这样问答让你了解他的回答，就是要强调不是毕竟，要毕竟不行。七地以前亦有，只是有时候有这个功夫，但不是毕竟不行。八地以上就毕竟不行，两者不同在这里。哦，所以你看他用词已经故意前面讲七地以前亦有不执的时候，那有时候也有啊，也有执这种我执啊，哦，所以他说不是毕竟就不合乎这个舍，哦，那好啊，那说那这样的话，照你这样定义，二圣的金刚心虽然还没到达无学位，可是到了金刚预定金刚心的时候，他的烦恼也不再行啊，哦，只是还没有到解脱道啊，他是无间道啊，难道不可以吗？啊，回答说实际上也可以，但是他时间太短了，啊，金刚预定的时间呢太短了，一下子就到解脱道去了，啊，所以有些论等呢略而不论，哦，那也不为理啊，
两边都说得通。你要说金刚预定就可以，可以舍阿赖耶，那也可以同意。时间太短，人家不说而已了哈。好，所以出师名舍，断种名舍，也就是一定要到无学位，要断种子。第二师的话呢，不一定要断，只要能服，断也是，服也是。但是呢，那个服要毕竟不行，不现行，一定要八地，才叫做舍。七地以前那不是毕竟不行，啊，所以不能叫做舍，是阿赖耶，啊，这一段就不困难了。你了解他的意思就不困难了。这是第二师，第三师标准更低，初地以上的菩萨就可以叫做阿罗汉。那照我们天台宗的定义，初地菩萨一定是断人我执，他也断了一分无明法我执，只是没有断干净而已，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讲法出来。那可是在唯识这边他就不同意，哦，他不同意，所以他先讲有意，有人这样说，初地以上菩萨以证二空所显理，二空，人空、法空，或者是身空，众生的身，身空、法空一样，啊，哦，这是第一个理由啊，证理。你看那个是所证的是理。第二个理由，以得二种殊胜智故，不但证理，还有智。第三个理由，以断分别二重障故，哦。为什么叫做二重障？这个障呢，太猛烈了。可是用的是分别，他没有说俱生。俱生烦恼障，那也一样要到无学位如来，哦，所以他才说呢，初地菩萨已断分别烦恼的二重障，啊，那可是呢，他也能够于一行中起诸行，虽然不能够于一切行中起一切行。但是起码能够一行中起诸行，啊，这是他的理由，哦，然后因此最后结语，虽为利益起诸烦恼，而彼不作烦恼过失，故此亦名不退菩萨。哦，那这个论的文看起来呢不难懂，啊，只是有一部分的注解呢，啊，比较有一点细节要去讨论啊。那请看七三零最后四行，啊，这第三师的解释一样分成六段啊。那科判里面就是用有啦，有初、有二、有三、有四哈，真有序号的有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以证二空所显理啊。那么没有第一个有一证四的话哈。那就是虚了，虚出不退的体，他也列出第一因、第二因、第三因、第四因、第五因，这样子，啊，他总共列出一样这五因，这样子，所以这是正式。那破的话呢？破的话呢是在这个732这边，倒数第六行有二，哦，所以要先把科判看清楚。哦，有二呢，这个难就是前面慧寂大师讲的破，所以再来有三，第三是又救，有四呢，第二师又在问，在争难，那第五呢，第三师又自己要把它会通，那第六的话呢，有六就七三四，啊，论主呢就直接把它反驳掉，啊，完全否定掉这样子。好，所以这样是六段。回到七三零倒数第三行，他说呢，这个正式里面先讲不退，为什么叫做不退菩萨，然后后面再讲那个舍，哦，所以第一因、第二因、第三因、第四因、第五因都在讲那个为什么他可以叫做不退菩萨的原因呢，啊，哦，所以你看倒数第二行有五因故，证明呢只要出地以上的菩萨也是舍阿赖耶是名，啊，那此第一因就是那个以证二空所显理故，啊，
那么他说这个呢是难陀论师的论点，作如是解，文中义解，无老解释，啊，他说一看就懂了，什么叫二空，人空法空，身空法空啊，用人空用身众生也可以，啊，那么第二呢是有得殊胜智，啊，这是第二因，二智就是正体跟后德。我第一次看也觉得对啊，没错啊，这就是根本智后德智啊。哦，没有问题啊。再看注解，哎呦，竟然还有的讨论，奇怪，这有什么好讨论的？这一看，哎呦，还真的有嘞。哦，也就是说，假设问你一个问题，前面证的理是二空，后面得殊胜智是正体智后得智，那请问是怎样？是证得人空是正体智，证得法空是后得智，是这样吗？哎，哦，这问题问出来你就觉得哎，好，有点怪怪，好像不太对哦。证得人空是正体智，那证得法空就叫做后得智，好像不是这样哦。嘿嘿，这个就是没有看注解，我就觉得啊，没有问题啊，二空啊，二智啊，正体智后得智啊，哦。所以你看他这边书抄假设一个问题：此文中既言二空所显真理，如何此文言正体后得？与前二种不相应呢，人家马上看出来，哎，这二空跟正体之后的是不是完全相对哦？啊，经文经云正体之后的亦摄得身空智法空智，正体智里面有身空根本智、法空根本智，后得智亦摄得身空后得智。两个字都有身空法空，根本字可以分成身空法空根本字，后得字也可以分成身空法空后得字。哦，或者是呢，二字你就不要用正体后得，也就是说，你如果不看注解，不看窥基大师的注解。以得二种殊胜智故，配合前面的二空，那就是用身空智、法空智就好了。哦，那身空智、法空智，再从法空智里面亦摄得根本后得，身空智里面也有根本后得，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哦，所以等于四个名词排一起，可以互相交叉。任何一个都可以对应其他两个，这样子。哦，所以原来还可以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说，我假设我不看注这些书抄的注解，我问你那个问题，啊，证得身空智就叫做根本智，证得法空智就叫做后得智，这样对吗？你如果学佛学久一点，发现这样回答好像有点怪怪哦。好像有什么问题，对不对？然后被书抄这么一点点出来了，都可以，可以修四圣地证得身空智、法空智，也可以修十二缘起证得身空智、法空智，也可以修止观。对，最主要的就是呢，对于身空就是人空，人我对人我执，哎，对，这样来分。那根本智跟后得智的话呢，就是说一个呢是证得那个根本智是根本体，所以他才会用正体，也就是说那个对空性的真正的了解跟正得，然后呢后得智是依体起用。是血光连后得智，是那个东西吗？什么？哦，县官后得志，啊，哪个边？两边啊，另外呢，相对的呢？县官边后得志，他就是正式正定来的，所以哈，其实也是世俗地的部分。稍等一下，因为我所谓我要问你的那一个用词哈，因为我对密教哈。
尤其是藏传的密教的这一些论点，他们的用词常常跟中国汉传的用词都不太一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定义。所以他既然是县官就县官，为什么还用一个县官编呢？他是根本是讹起来。什么叫做讹起来？所以定义哦，你看，见到县官之后贬所得的世俗制，也就是后得制。他只是说后贬，哦，所以是小圣说一切有部十六县官中唯苦集灭三的，这之后贬所得的世俗制，这样叫做这个于县官的苦贬集贬啊灭贬得此制，称为县官贬。所以因此你要去对照这一些不同的名词的定义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把每一个词的定义弄得很清楚哦，所以你才会问说那是修士第吗？怪不得你会从那边来，因为你的印象里面你的正体字跟后得字呢都是从先修士第来的，但是在汉传的这个大圣里面，正体字后得字或者是唯识也好天台也好，不一定要用四谛才能够得，但有不一定是从四谛去讲。大圣修的是六度，也可以这么说，哦，所以他一定会去用禅定跟般若止观去说明，嘿，他不一定要用四谛去说明。好。现在你看到名词你就想讨论哦。你看哦，或以此为诸瑜伽师观圣地时旁修所得，或以此至近于县官故有此称。所以每一宗呢，对于这样的县官跟县官编，大家的定义就不一样，造成的问题。那你说那世俗字变成素俗哦，我们这么说，讲世俗一定对真谛，那真谛跟世俗谛你的定义是什么？一个世间法一个诸世间法吗？不是。对对，所以真谛跟世俗谛，真谛跟俗谛，一个讲性空，一个讲缘起，所以你一定不可以把它认定说它是世俗字的话，它就一定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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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法什么的，不，出世间法的因果也在世俗谛所要观察的当中。所以用空性跟缘起去解释会比较好，当然也有把这个世俗字解释成对世间的五明，不是只有因，不是只有内明，它的因明一方明都是属于世俗字的范围里面，这样子。好，来回来731。所以初地菩萨能够于一行中起诸行，所以你看他的第四因呢，他说这个讲法只有从修六波罗蜜，连十波罗蜜他都不说哦，只讲修六波罗蜜，唯约六波罗蜜而论，否则的话不是这样解释的话，即与一切行中修一切行就无有差别，那以一行中皆能修集一切行故，所以这个地方他用词只有一行中起诸行，而且一行偏重在六波罗蜜哦。所以你看成为数论书抄里面啊，也是这样做注解，
初地菩萨于六波罗蜜中随行一行时，能一行一切行。初地对比于刚刚讲的八地，那就是呢行八万四千波罗蜜行时。所以这个地方他要对比的就是呢，如果你不说强调只有六波罗蜜，那就跟八地的一切行中修一切行就无有差别了。哦，所以他要定义这样的位次，不这么没有那么高，没像八地那么高，也可以叫做不退不退转的菩萨。他主要是要用这个标准，不要定那么高嘛，啊，只要是出地上都叫做阿罗汉未舍嘛。第五个原因我们就比较难懂，也就是说比较少看过，啊，虽未利益起诸烦恼，而彼不作烦恼过失，这个就是社论里面讲的，啊，社论里面的文字呢，并不像窥基大师这样直接把意思写出来而已啊，所以如果你用这一段去查，你永远查不到。我就是被他害了，我用他的关键字，我尽量用少哦。哦，用少一点字下去，怎么查也查不到社论里面有这些。但是呢，他就是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登地菩萨不一定要第十地菩萨，只要是登地菩萨，所以他概括称十地菩萨，都可以呢。为了利益众生，他在做某些业的时候、某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不动染心，哦，甚至他可以起烦恼，但也不动染心。起惑，这才特别的，所以非不知而起，他很清楚，但是他故意要起，他不会受影响，哦，就是《瑜伽师地论》七十八卷讲的“要知方起，非不知而起”。所以怎么去查呢？还好理论生帮我们查好了，他说相对应的就是这一段。《摄大僧论本》里面讲的烦恼扶住不灭，如毒咒所害，由或至或尽，正佛一切智。注解呢，他说这个记名第十一灭惑甚深，诸惑为渐修烦恼，于菩萨地中先已灭尽，于心烦恼虽复未灭，啊，由自念所扶，废其功用。所以前面只是用一个譬喻，中毒咒力所害，无护本能。你中毒了，你毒没有拿掉，但是呢，你用咒给它压住，让它呢不会产生毒的效果。所以你内心有烦恼也一样，你用自念把它守护住，你就不能让它起作用。不护身恶祸染污，诸菩萨留随眠惑为助道分，故意留的，故意留下来作为你修菩萨道的助道，不同恶圣速波涅槃，由此事故修道就近得习气灭尽及正缘智。所以到了金刚预定之后才顿断，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这边就还很难懂，窥基大师引这一段，跟这边跟摄大僧论这边这文字好像对不起来，啊，还好有这一段。大圣入道次第，问七地菩萨，啊，不要说出地了哈，就算七地菩萨，继续起惑，应该就是有染啊，有过失啊，哦，然后就回答你，出地到七地的菩萨虽起烦恼。没有染污，没有过失。你说你根据什么？根据《瑜伽师地论》七十八卷，课本写的七十八卷，还有《解深密经》，都这样说，哦。所以书抄里面呢，他就解释这一段：不动染心。什么叫做不动染心？颠倒心。所以这个菩萨会起烦恼的时候，他都不是染心，不是颠倒心，都是正智心，也就是他这边写的这个正智念所守，哦，所以他都用正智心，不令与烦恼相应。
你说那这样他干嘛还要起烦恼，起那一些贪嗔啊等等，为利有情故。所以疏超怕我们看不懂，所以我为什么用你用这一段话，就因为疏超有特别底下补充说明，用一种对比的方式，要不然其他的注解也有写啊，但是都是把这些意思重复再讲一下而已，他没有举例说明，没有用对比的。我没来看有啊，还好疏超用对比的。凡夫小人若欲造善恶业事时，须起善恶心，你要起恶心去造恶业，起善心去造善业。所以如造恶事，要起烦恼真恶心，方能造恶事。而打人，打人是一个譬喻啦，是举例说明，去杀人啊，去欺骗人啊等等，杀盗淫妄嘛，这样子。哦，那一样起善心时，那你就不能造恶事而打人，你一定要起善心而助人。那你要造恶业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起恶心而去伤害众生。所以入造善业时，一定要起善心，方能造善事；若起恶心，就不能做善事。我们凡夫一定是这样嘛？啊、哦，菩萨不是，登地菩萨不是，一辈相违，完全相反。如菩萨或起恶心时，即造善事，善行善事故。起恶心，结果是造善事。啊、哦，或是起善心时而做恶事，但是呢？都是慈悲心中做啊，恶心时即是善事，起善心时而做错恶事，皆是慈悲心中做。奇怪，他为什么要重复一遍？我就看不懂了。重复一遍了哈、哦，他就举例说明，如经中说，佛过去做觉得，见有愚人谤大圣经，我为了这个觉得查半天查半天，后来放弃。这个觉得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哦、但有一个人做过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哦、过去在印地的时候做过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这样要描述的一样、啊、他说呢，这些人如果让他继续再下去毁谤大圣经典，将来的果报更可怕，我宁可我先把他们杀了、哦、他若此人谤经，其人定百千劫入无间狱，我容杀此人，杀此人，就不要让他们照做那个毁谤大圣经典，所以就用大悲心把这些人杀了。这些人命中到无间狱，而起三念，同涅槃经。我看到这边起三念，哪三念呢、啊？啊，涅槃经，哎，我就想过，哎，我就记起来过，哎，我看过这个典故，仙狱。释迦牟尼佛在过去是为做国王的时候，他去供养婆罗门，这些婆罗门，结果这些婆罗门呢，反而呢不相信大圣经典。你看，释迦如来为仙狱王时，爱念敬重大圣经典，一日闻有500婆罗门毁谤方等经，乃及时杀500婆罗门。婆罗门命中之后，堕于地狱。所以悔过而发大圣之性，而生于甘露谷如来世界，出处就是涅槃经。怪不得他写起三念同涅槃经，你说那起哪三念？我一直很想知道起哪三念，花很多时间去把它找出来。果然就在大波涅槃经16卷，诸婆罗门命中之后生阿鼻地狱，即有三念。第一，我从何处而来生此，即便自知从人道中来，哦，那二者自念，我今所生为是何处？即便自知是阿鼻狱。三者自念，乘何业缘？那我造了什么业？我会到阿鼻地狱来？即便自知乘谤方等大圣经典，不信因缘为国主所杀而来生此，终于了解。为什么会堕阿鼻地狱？啊、哦，所以念是事已，基于大圣方等经典生信尽心，毕竟有善根，被杀了不但不会被不会怨恨那个国王，还会很感谢那个仙狱国王，
把他们先杀了，否则他们造的那种毁谤大乘经典的业会更重。所以三念就是这三念啊，我从哪里来？我从人道来的。为什么会到人道来？然后这里是哪里？这里是阿鼻地狱。为什么会来？因为我毁谤大乘经典，而且我来是因为被国王杀了。那国王为什么要杀我？因为他怕我造太多的毁谤大乘的经典，所以马上升起对大乘经典升起信进心，寻时命中，对大乘经典升起信进心之后，马上从阿鼻地狱就死掉，升到甘露谷如来世界，而且在那边寿命具足十劫。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你们以为我杀生吗？我给予他十劫的寿命呢。我怎么叫做杀生？所以你不能白饿哦，我看到这段你不要随便乱学，我冠冕堂皇，我为什么要杀你？我慈悲心杀你呢。人家是先谕国王，很清楚的知道释迦牟尼佛做因地的时候，知道说这些婆罗门还有救，我先把他们杀了，他们还有机会可以去到如来世界。你可以怎样？你可以怎样来火力台？去到阿鼻地狱，等到万分离，怨恨你，还更怨恨大乘经典。为了大乘经典，就竟然把我莫名其妙给杀了，更恨你，更恨大乘经典，安尼你怎办呀？哦，所以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学这种先谕国王的这种做法，要有相当的智慧，才有可能如同他前面用这个来做譬喻说，我虽然起烦恼，因为你要杀生呢、啊，所以等于你起烦恼。但是你起的烦恼还可以被政治所压服，没有变成是颠倒染无心，因为你是大慈悲心的菩提心去做出来的这个恶事。我宁愿我杀你，我去阿鼻地狱，我不愿意你去杀了人家，那你的那个更那个。因为对象他要杀的对象是阿罗汉圣者，对不对？对。然后就说我杀了你，然后虽然我也要下地狱，可是他就是有功德。他虽然就是说杀了众生，那因为他本身他救那个众生，他不要受无间的那个果报。对啊。所以不能随便乱学了。他们有讲说要什么七地还是八地？对，那个阶位很高的。对，因为这你举的这个例子里面有一个前提是，那个他认识对方，那个坏人要杀的对方是阿罗汉，是菩萨。你很肯定他是真的阿罗汉，真的菩萨。我真的是哦，所以你才避免那个坏人去杀阿罗汉、杀菩萨，哦，从这个譬喻里面，我有时候我就会反问一个问题，啊，那对不起，那如果我们知道他杀的是一凡凡夫呢？那一切无上见面，但是当一个人在船上杀很多人，无上见感，不是下难道他宁可自己下地狱？是啊，是啊，所以那个。一样类似的问题，他刚刚的对象是阿罗汉啊、菩萨啊，啊，你的问题是一船五百人，那如果既不是阿罗汉，是菩萨是凡夫，既不是五百人，而只是一个人，你要不要让他杀？还是你为了救他不让他造杀业，你先杀他？所以啊，功力很高的，他有办法判断，就是说我杀你那个比较好，你的那个。对，我要强调的点就在这里。有时候我们不要引用那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来替自己造恶业，冠以那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啦。
人家敢去做这些事情，一定有相当的那种天眼通啊，或者是智慧的判断啊。你怎么知道人家真的一定可以杀那个500个人？说不定还事情还没成功，那个人就先抓起来被人家丢到海里面去了。你干嘛要先去杀他呢？对，其实正能量就是有的时候想想看，就是一个人把一个人做好。其实法律上有一条叫做正当防卫，对，或是说紧急避难，就是当一个人可能要杀一个人，我为了保护自己，对，然后就是把对方给必要的情况是要把他杀，是啊，不定罪，对啊。那么在教里面，我就不敢说，对啊。就说你看怎么样要求一个人，因为毕竟有时候想想看，人就是一个凡夫，对呀、啊。对，没错，哎，我要强调就是这个点啊、哦，不要用这个当理由，把自己合理，把自己的作为合理化了。做了可能就是有罪，但罪是免不了的。对，就是在教里，那当然在法律上也许是没罪，但是在教里面是有罪的，那当然就自己要承担的。是啊，好，那么他的出处呢，就是说《瑜伽师地论》78卷，那我就去查了78卷啊、的出处。然后呢，他说跟《解身密经》一样，那的确，《瑜伽师地论》所引用的78卷所引用的跟《解身密经》是同样的经文，所以我干脆呢就把《解身密经》的经文列出来给大家看了哈。那是观自在菩萨问佛的啦，啊，问佛什么问题呢？世尊，世诸菩萨于诸地中所生烦恼，当知何相、何思、何德？佛告观自在菩萨言：善男子，无染无相。何以故？世诸菩萨于初地中定于一切诸法法界以善通达，这个是前提。哦，要能够呢，没有起烦恼，有起烦恼而没有过失，没有染污，一定是有这一个前提。定于，你看他还故意用，一定是在一切法诸法法界以善通达。由此因缘，菩萨要知方起烦恼，非为不知。课本这边把它逗点逗得很清楚，啊，不像这个《解身密经》这边呢，用词就是你没有注意看，还不是很清楚嘞。要知才起，不是不知而起。那个知就是前面用的念，自念，用智慧能够守护住。哦，所以这样叫做无染无相啊，于自身中不能生苦，这样叫做无过失相，不会造成自己的苦果、哦、这样所以说他无过失哦。菩萨升起如是烦恼，于有情界能断苦因，还你很肯定你这样子自己起烦恼去造这些业，能够帮助众生断苦因哦。所以都有一定的前提啊，哦，而不是光是学那个样子，哦，好，这个就是他用这个来证明，这样的菩萨就可以叫做不退转位，啊、哦，记住这五个原因这样子哦。好，那么所以你看731的最后四行，他说以上这是解释不退转位的菩萨就出地啊、哦，下面讲他的舍阿赖耶识名嘛哈。哦啊，那么最后两行，然此菩萨虽未断尽俱生烦恼，你把俱生圈起来，而缘此事所有的分别圈起来，虽然没有断尽俱生烦恼，但是呢，所有的分别我见我爱等不护执常为自内我，由思意舍阿赖耶名，故说不成阿赖耶识。此一说比名阿罗汉，说很清楚了，他就把俱生跟分别分开，没有断尽俱生，但是一定不再有分别，包括第七世的分别我执，啊，都不再起现行，啊，所以732的第一行第二行，首先讲舍，后来引证，先引证。啊，烦恼分别少分舍故，
所以这个就是分别烦恼，不是俱生烦恼啊。少分舍故，舍执障名，其文易解啊。啊，那么引证引用集论，集论中作如是说：十地菩萨虽未永断一切烦恼，然此烦恼犹如昼曜所伏诸毒，不起一切烦恼过失。一切地中如阿罗汉已断烦恼，故一说彼名阿罗汉。啊，这出处呢是在集论跟杂集论，集论是第七，杂集论是第十四。那我这边就做了一个注记哈，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724页那边就引用过了。哦，724页第七行那边，这里，你看《集论》14卷，诸菩萨已得地现观，于十地修道为维修所知障对治道，非烦恼障对治道。若得菩提时，顿断烦恼障及所知障，顿成阿罗汉及如来。哦，所以你看，他这边也出现一个地现观。哦，可是呢，重点在于哪里呢？在修道位，只有修对治所知障。哦，不再对治烦恼障。哦，为什么呢？因为烦恼障留着没有断，故意留着。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个啊，故意留，就是呢724的倒数第五行，故意留着。你说那为什么要故意留着？天台宗的解释哈，他们把它解释成怎样呢？就是说，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烦恼障断了，没有烦恼种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在三界六道里面受生，跟众生。六道众生在一起，所以故意留，但是呢他有定有慧能够把他扶住，让他不起现行。哦，所以第二师才会说，虽然你可以把他留住，然后用定慧把他扶住，但非毕竟不行。初地到七地非毕竟不行，一定要八地以上才可以毕竟不行，所以我的定义一定要八地以上。哦，那第三师才说没有了，只要出地以上就可以了。哦，所以这就是第二师跟第三师的不同在这里。所以他现在第三师就是引用这一段：此诸菩萨虽未永断烦恼，然此烦恼犹如昼曜所伏的诸毒，不起一切烦恼过失。一切地中如阿罗汉已断烦恼。所以集论在第七卷，杂集论在14卷，文字都差不多一样，哦，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引用过了，所以你回到732页这边，哦，他就有写到，集论第七杂集是亦有此文，十地菩萨虽未永断一切烦恼等，虽有啊，哦，然后呢不为过失，然后他的无漏的自力如昼曜故，那如阿罗汉已断烦恼无过失故，这样子。对，没错。好，那么此中一名为阿罗汉故事，故设此菩萨在阿罗汉中啊，等于这是他的结论了。哦，我只要出地以上，就叫做不退菩萨，舍阿罗汉名啊，舍阿赖耶名了哈。好，那第二师呢就反驳他了。啊，732的倒数第五行，啊，第二师呢就说你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彼说非理。为什么呢？因为七地以前犹有俱生的我见我爱等，直常此事为自内我，如何以舍阿赖耶名呢？哦，虽然初地以上可以把分别拿掉，可是七地以前还有俱生的第七世的这些我见我爱的那种我执。哦，所以你看倒数地上啊，破的道理就在这里。六世我见四地不行，七地以前第七我见由现行故。加几个字啊，
你把它加几个字？六世的俱生我见，知俱生我见，需要到四地才不行。七地以前，第七世的俱生我见，有起现行。哦，就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你看看这边，书一眼这边有帮我们写了。第六世中俱生我执，菩萨至第四地福尽。可是如果是第七世的俱生我执，菩萨要到第七地中心才福尽。哦，那这个呢，就是后头1648页跟1650页这边，哦，有写到我执有两种，俱生我执。修所断的我所执，分别我执，俱生我执，分别我执。那一个呢是修道所断，一个是见道所断。分别我执见道就可以断，俱生我执要透过修道才能断。啊，那随恶我执所熏成种，另有情等有自他种种差别，啊。那么因此分别我执凡夫有，阿罗汉就完全没有了。哦，分别我执俱生我执只有二圣无学以上八地以上的菩萨还有如来，哦，才没有俱生我执无学位，哦，或者是八地以上还有如来，我执为第六第七，也就是说第六世跟第七世才有我执，哦，可是呢七第七世的我执俱生我执，第六世的我执有分别我执俱生我执，这样叫做六通分别。所以为什么要补这一段，就是告诉你六世的俱生我执第四地可以完全浮下来，不是断哦，浮下来哦，可是第七世的俱生我执要到第七地结束，也就是第八地才完全不起现行俱生我执。 哦，那分别我执呢，刚说了分别我执只有在凡夫啊，就在凡夫，哦，好，可是呢我后来想，哎，奇怪，这些名词好像前面读过，再看注解真的前面读过，前面146页到149页150页到151页，哦，主要的文字就在这边，你可以不必去翻，就看这里就好了，哦，但是呢就是出处呢就是在这边，哦，俱生我执分两种，常相续在第七世，啊，那他后面只是说明原第八世起自心相执为是我，常相续在第七世，有间断在第六世，原所变的无取蕴相或种或别起自心相执为是我，所以我们凡夫就是这种分别我执，缘着什么？五蕴，缘着五蕴。有的人呢，不竟然相信肉身是我，但是他会认为事是我，我思故我在，甚至把事心所还当成是我之类的。哦，不论如何，这些都是有间断的俱生我执哦，俱生我执哦，只是有间断哦。你不要以为看到后面这边啊，那是分别我执，不是俱生我执，哦，此二我执系故难断，修道中速速修习圣深空观才能够除灭。哦，要到什么时候完全除灭？啊，哦，金刚预定，甚至呢是如来位、阿罗汉位，啊，哦。阿罗汉位应该也不行了哈，其实应该是要如来位了哈。那么第六世中二圣入圣道，可以
战俘灭，要离自地欲尽方断。啊、哦，然后于金刚心就尽尽。二圣，如果菩萨初地暂能伏灭，第四地永不行，第六世的俱生我执，要第四地永不行，金刚心才究竟尽。原来前面就读过，怪不得慧寂大师这样写一写，他就认为已经交代过了，我们根本不熟啊，读过是读过都不熟。第七世的俱生我执，入无漏心方暂伏灭，金刚心才断尽。跟第七世相应的是常相续的，跟第六世相应的是有间断的俱生我执。啊，七地跟第七世相应的俱生我执，七地以前入无漏心能伏，要入无漏心哦，入无漏心才能够伏哦。这边也一样，要入无漏心暂伏灭，要除尽要金刚心。那菩萨呢，七地以前入无漏心能伏，八地以上方永不现行。不现行不是断尽哦，是不现行哦，金刚心才顿断尽。因为我们对天台的位次修行呢比较熟，所以每一次读这个都要读好多遍啊，然后在那边想跟天台怎么配合，就很难背起来，你知道？我们不是初学就是学唯识，如果初学是学唯识，这些应该都很熟啊。因为我们初学是学天台，所以念这些就发现，怎么还分成俱生跟分别，还分第六世，还分第七世？天台没有分的这么分，麻烦了不好？只有分别教跟原教不同。藏通别人的不同而已，哪里还分第六世第七世的，怎么分别我执俱生我执，我觉得蛮麻烦、哦、好，所以来这次是帮各位复习啊，我是怕翻来翻去的太麻烦了，干脆把这些要说明的通通抓在一起，我们念一遍复习一遍这样、哦、所以这边就很清楚了啊，七三二的最后三行就很清楚了。六世的那种俱生我执，要到四地才永远不行啊、哦。七地以前啊、哦，第七世的俱生我执还由现行，也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不现行？如同这边写的，入无漏心，你要入无漏心才能够不现行。否则的话它还会现行，所以这种状况之下，请问你说这样叫做以舍阿赖耶名哦？所以七地以前呢，你还用初地以上呢？你刚刚还跟我讲说初地以上就可以舍阿赖耶名，我现在又反驳你七地以前啊，四地以前啊都不行呢，俱生我执都还会起现行呢，更不要说断尽了，我只是告诉你现不现行而已。好、哦，这样一对比就很清楚了、哦、所以把这两段放在这里一对比课本，就我们看就很清楚了。那第三师怎么反驳呢？啊，第三师赶快来救七三三，若比分别，我没有跟你讲俱生，我跟你讲的是分别。分别我见我爱等不护持常说明为舍。我不跟你讲俱生，我想分别。那你就更落入人家的把柄了，人家就更有的说了。你落入到分别我执去讲，啊，他说那照你这样说，那欲留果出果等有学位，也可以叫做舍阿赖耶名喽。一因以舍阿赖耶名喽，那如果你允许连这个也可以。那你就危害诸论所说，你完全违背诸论的说法的定义了。你不要自打嘴巴好不好？哦，你不要用分别来救了吼、哦哦。所以注解里面则预留下乃至所说啊，正是第四真难词
此下难中以欲留果力同彼菩萨，因舍赖耶名，然圣教不说。啊，你硬是要这样说，说用的只是分别我执而已。啊，那这时候呢，这个圣教各种的经论里面都没讲说呢，出果须陀洹以上的有学位啊，就舍赖耶名了，不可能。啊，所以若为菩萨双断恶障，法我欲除，非欲留者所能。你可以加两个字，所能。如果你反驳我说，哦，那你讲的菩萨要双断恶障哦，啊，连法我执也除的话，那完全不是欲留者，就是出国以上所能够的，哦，所以请这样一来。那个欲留果呢，只有人我执，此为人见，名为执障，非于法执。所以你硬要这样说的话，那你的这一个执障的这件事情啊，我见我爱的那种我执的事情，岂不就是呢只锁定在人我见、人我执而已，不是在法我执。哦，也就是说我刚开始看不懂。哦，也就是说若为菩萨双断恶障，法我欲除，不要讲那么高。哦，这个都不是我欲留果所能做到的，不要讲那么高。但是呢，你硬是把分别我见叫做执障，不再有执障就叫做舍阿赖耶名，那你这个说法未免太浅了一点了，标准未免定的太低了一点了。哦，因为你这样一定啊，那阿罗汉因名不舍阿赖耶识，已有具身法我见故。哦，所以你用人我执，那阿罗汉当然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了。哦，那跟何必还要定义啊这个阿罗汉为舍呢？啊，因为如果没有法我执，没有人我执就叫是了，那有法我执的阿罗汉，那岂不是更不能够叫做这个舍阿赖耶识名吗？啊，故知但以人执为障，不以法执，不能成立你所救的，应该加这一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懂哦？这个逻辑，每一次呢，窥基大师这种逻辑，我们都有时候会搞混，就是这样。对。对，所以如果你只有以人执为障，不以法执的话，啊，那你就不能够成立你的所救。你为了要成立，要救自己的说法，你只好降低标准，变成是分别我执就好了，就叫做离开分别我执，就叫做呢舍阿赖耶识了。那这样的话，那请问人家所定义的阿罗汉还有法执啊，那通通都不成立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他中间有一些对答哈，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在这里。哦，不要说是欲留果出果了，是连阿罗汉要想要做到菩萨双断恶障，法我欲除，都不容易啊，都不可能啊，那更何况是欲留果所能够做到的呢？哦，你硬是要把人我执叫做执障，不是在法我执。哦，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标准未免降得太低了吧？啊，那这样的话，别人讲的阿罗汉还有法执啊，那应该就可以叫做舍阿赖耶识名了。哦，不行啊。哦，好，就先到这里休息十分钟。哦，好，那么继续哦，733的最后六行这边，他的课判，这第五第三师会。等于呢，他讲那个用分别我执下去说明，
就被反驳了，所以呢，他就再补充说明要救，补救。那他为什么用个会字呢？就是他把这个于伽师利论讲的这件事情会到这里面来啊、哦。地上菩萨所起烦恼，皆由正知，不为过失啊、哦，不是你说的预留位啊、预留果的这些圣者就有这些事情。你怎么可以用这个预留的事，用预留果的事情来反驳我讲的那种分别我执呢？立此菩萨呢？哦，所以他说呢，这个第三思会就是这个十地菩萨所起烦恼不为过失，非预留等与预留等所起烦恼皆不正知为过失。哦，所以我要强调是一定要那种登地菩萨的正知啊，我不是就定义这个吗？哦，我只是用这个分别我执去说明哦，不是预留果那些事情啊。如《瑜伽师地论》78说，啊、菩萨起烦恼有三：一名无染无相，为正知故起等。啊，哎，我还以为会把三全部列举出来，结果用个等字，所以还好，意蕴呢有把这个三个呢列出来了。也就是说呢，《瑜伽师地论》那边讲的第一个无染无相是要有正知故起，不能染污，这样叫做无染无相，这是课本用的这个。哦，第二个无过失。啊，也就是说呢，菩萨虽起烦恼，不会对他自己生苦逼恼，无过失。第三，能断苦因。是能帮助对方，帮助友情断苦因，所以菩萨升起烦恼于诸友情能断苦因，因为如果有烦恼为因逼诸友情定、哦、不到这里是说菩萨起烦恼为因，可以让友情断苦因而修善故、哦、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要有这三个条件，他第三思呢就说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是这样的叫做呢这个啊、然后论主就不同意了，翻过来七三思，他说、哦、你说的我也还可以接受，是因为从第六世的角度去说，比六世中所起烦恼虽由正知不为过失，但是我跟你讨论的是那个第七世执障为自我的那一部分，第七是有漏心位，刚刚强调的不是入无漏心哦，是有漏心位，任运会现行哦。所以我为什么用预留果来对比你？你的理由就在这里，执障此事，就是说当这个菩萨他第七是有漏心位起现行的时候，执障此事，您不与比预留等同吗？所以你讲的那个瑜伽师地论那个用的是第六世的烦恼可以由正知给他压服住，不为过失，不为染污。我跟你讨论的是第七世的我执，具生我执，而且是这个菩萨没有入有无漏心哦，是在有漏心位的时候哦。所以刚刚为什么那一段我一定要把前面那个给他 copy 过来，让我们再读一遍，就是你才会很清楚的知道这边的理由，他们互相在辩驳的是什么。哦，所以第四行第六段的论主就那言，比入地菩萨前六世所起烦恼，可以由正知不为过失，间断起故，相貌出故，所以呢，可由正知而才故意让他自己起来这些烦恼。而方起故，但是呢，第七世哎，菩萨不很高啊。第七世一类无断，所以第六世有间断，第七世是没有间断。哦，任运现行，非相出显，与有学位除无漏心，如果入无漏心没话说，灭尽定外，有漏心时执障此事，您不与彼预留等同。因为有时候就会起这种我执，具生我执。哦，
所以一个是间断起，一个是无断。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你看前面我这边也把前面 copy 过来了，在145页到154页这边，具生我执，无始时来虚妄熏习念因力故，恒以生聚，没有间断，不带邪教及邪分别任运而转，所以它叫做具生我执，原因就在这里。分别我执的话，是由现在外缘力故非以生聚，要带邪教邪分别然后方起，叫做分别我执。哦，所以这种分别我执呢，是原邪教所说的运相起自心相分别嫉妒执为使我，这都在讲分别我执而已哦。原邪教所说的我相起自心相分别嫉妒执为使我，此二我执初故异断，初见道时观一切法真空真如，即能除灭。讲的是有间断的，跟第六识相应的，啊，这种分别我执。但是他现在不是，现在是前面这一段，啊，跟六识相应，跟七识相应的具生我执。所以一定要看前面这一段，第七识当中必须要入无漏心才暂时拂灭。金刚心才断尽，七地以前要入无漏心能伏，八地以上才永远不行。你这个地方，啊，你如果不是无漏心，第七是任运现行，啊，你怎么说？那种具生我执任运现行，你怎么说？啊，所以你看，欲留等唯入人空观无漏心时，此事不行。只有在这种状况才不行，不起现行哦。有漏心时即变现起，与此菩萨同不明舍，不能叫舍啊。哦，所以预留果不能叫做舍啊，这边的初地菩萨为什么就可以叫做舍？哦，由此故知彼说非理。哦，所以就结论了，第八地以上，要第八地以上诸菩萨等无漏相续才叫做舍，一切烦恼皆不现行。虽然有种子没断，但是现行通通没有了，可得名舍。七地以前就不死，啊，哦，非七地以前烦恼不起，七地以前怎么能够叫做舍呢？哦，所以一样啊，抉择分也这么说，七十八卷，啊，七十八卷，我看这边。你说七十八卷怎么会是抉择分啊？这里面色抉择分里面也分这个菩萨地、声闻地啊等等的哦。所以这边七十八是指色抉择分里面的菩萨地，那菩萨地四十八那是在本地分，七十八卷是色抉择分哦，四十八是在本地分，但是这两个地方都讲到八地已去，八地以上一切菩萨一切烦恼不现行，哦，这边还好下个句点，像他所引用的句点到这里做结论，就是说此事非错误，此事是什么？初地菩萨就要叫做不退啊，就叫做舍，此是非前二师对的是也，第一师第二师对的，第三师错的，这样子哦。那至于他所引用的抉择分菩萨地这些，那我就把它列举出来了哦。在七十八卷里面，诸地烦恼虽眠各有几种啊，略有三种，害伴虽眠前五地，何以故？诸不具身现行烦恼是具身烦恼现行住伴，比喻尔时永无护有，所以叫做害伴随眠。第二个累累随眠，第七地、第六地，哦，所以前五地啊，哦，不会起来。然后呢，第六地、第七地是累累随眠不会起来，维系现行若修所伏不现行，维系随眠唯有第八地以上。才真正的从此已去，一切烦恼不复现行，唯有所知障为依止。哦，所以有分呢，啊，
啊，你看这边前面前五地，然后呢第六地、第七地，然后这边是第八地以上这样子啊。那四十八卷就是我们前头用的三柱中当知能断烦恼障品所有出众，即欢喜住住地，一切恶趣诸烦恼品所有出众皆悉永断。恶趣啊，恶趣啊，啊，恶趣啊，一切上中诸烦恼品皆不现行，于无家行、无共用、无相住中，一向能障、一向清净无生法忍，诸烦恼品所有出众皆悉永断，一切烦恼皆不现前。哦，这个记住，记住，八住，八地，对，这是八地。这个呢，最上尘满，十住，哦，所以八地八住这边，一向能障、一向清净、无生法忍、诸烦恼品所有出众永断，一切烦恼皆不现行。就这里，他用的就是这句话：一切烦恼皆不现行。到了十地，当时一切烦恼习气、随眠障碍皆悉永断，入如来住。啊，哦，那就进入了如来住，持住第十地，进入如来地，这样子。啊，当知一切所知障品所有诸众也分三种，刚刚讲那是烦恼障啊，现在讲所知障，在皮出众，在肤出众，在肉，用形容词的，一个在皮，一个在肤，一个在肉，越来越里面进去啊。那如果是第一种，喜欢行住皆已断尽，在皮的啊，出地就断了。第二个，在肤的出众，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断尽八地。在若出众，如来住，断尽，得一切障及清净之与三住中烦恼所障永断。啊，哦，由是菩萨此住无间能入第八级清净住，比第八住一向清净，第七住由名为杂。根据的就是这个，七地以前包括七地由名为杂，第八地才叫做一向清净。这样子，哦，所以种种的证明，你不可以把它降低标准到出地了，一定要八地了，啊，哦，整个成唯识论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哦，对，出地还不能叫做那阿罗汉畏舍的阿罗汉的那种事，阿赖耶识哦。好，所以七三五第一行。然阿罗汉断此世中烦恼出众究竟经故，不护执障阿赖耶识为自内我，由师永师阿赖耶明说之为舍，非舍一切第八世体，悟阿罗汉无是此种，尔时便入无余涅槃。悟的话就是说，千万不要用这种讲法。哪种讲法？就是舍阿赖耶识是包括阿赖耶识体也舍了，如果用这种阿赖耶识体也舍了，那这时候阿罗汉就没有事来持种，照说这样的话他应该就入无余涅槃去了，哦，所以不可能啊，不可能啊，这个断烦恼障尽的时候就马上入无余涅槃，不是这样子的，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哦。这里面呢，第二行下结正义做总结了，且如初四啊，初四就是第一师啊，第一师的讲法，直往八菩萨八地已去，非是此中阿罗汉色有种染故，必须如同三圣的无学方名为色。你加三个字，在三圣无学上面加三个字，必须如同三圣的无学才叫做舍。就算你直接往八地去，还不是此中的阿罗汉。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有种染故，人有烦恼障种子，是染污故。那个种就是烦恼障的种子，染就是染污，
所以第一师只承认如来地，不承认八地以上就是。第二师的话呢就可以，第二师解释直往菩萨八地去，就是这边的阿罗汉的意思。但不管他如何，第一师第二师呢都讲的是阿罗汉舍逗点，不要舍断，阿罗汉舍，阿罗汉未舍，分成断种跟永福。断种是无学位第一师，永福是第二师，永远毕竟不现行，不可以把阿罗汉舍断种放在一起，这人家会误会。阿罗汉舍逗点断种永福都可以叫做现行烦恼皆已尽故，叫做舍，是安呢。所以只承认第一师第二师哦，然后后面那一段才说只是师阿赖耶是名哦，叫做舍，不是舍阿赖耶是体哦。为什么连第七世那种我执啊，俱生我执都不现行哦，不护执障说明为舍，非是第八世体全无叫做舍是哦，不是哦。哦，那如果全无第八世呢，与义理合为呢，就是无事持种，那不当时候就入无义涅槃去了。哦，所以你看他说如果未舍就是阿罗汉未舍，就是把阿赖耶识也体也舍掉，那这时候于金刚心正断此时就应该马上入无余涅槃。哪里有所谓的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的差别呢？阿罗汉就不可能有那个有余一涅槃了，只要到金刚心断尽烦恼障，连阿赖耶识种也断尽，那就入无余涅槃去了。有漏果尽，你连阿赖耶识也没有了，那就无事持种了，绝对不可以。悟阿罗汉得有此事，千万不要这样解释。哦，故不得舍第八世体，此中说舍，唯曰舍执障，加一个舍字。哦，说舍就是舍那个执障这部分。因为这种过失是最重的，不能用那个阿赖耶识呢能藏所藏这边去解释阿罗汉未舍阿赖耶，不是指那个，是舍那个执障啊，不冤能所藏以为舍。到这里这段结束啊，阿罗汉未舍那个阿罗汉怎么解释，到这里。那所以你看倒数第三行的未恶正解，你对照722页，722页的倒数第六行，你看那个五科判五恶广士未出广阿罗汉，现在接着要讲未恶，所以未出广解释阿罗汉解释完了，现在要广解释那个舍字。悟就是千万不可以，千万不可以把阿罗汉未舍阿赖耶识解释成连阿赖耶识体也舍掉，否则的话就会造成呢证得阿罗汉马上就要入无余涅槃去了。所以用个悟字就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解释。无余涅槃在他们一般的说法就是正报异报通通没有了，所以叫做无余一啊。但是呢就天台的解释，连清净的那个譬如说阿赖耶识或者说194这样子完全都没有没有啊。
哦，但是大圣就不承认这个件事情了、啊。大圣包括唯识也不承认这件事情了、啊，包括天台宗也不承认这件事情了、啊。对，因为这样子好像就说变成一个断灭的一个。那、啊、是啊，就是啊，什么都没有去了。对呀、啊，所以天台的天台比较容易，马上就。为什么我们以前都会有时候觉得刚好殊胜哦，无欲无念。殊胜是因为对比他，他完全不再生死轮回了，不再有那种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果通都没有了。但是呢，我常常用一个譬喻来说哈。你修半天哦，修到最后很辛苦的修哦，终于修到可以断烦恼了。结果呢，你最后的结果是入无余一涅槃，什么都没有。修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作用可言，干嘛那么辛苦修行？是啊，啊，所以天台的说法是说。其实这阿罗汉不是真的入灭了，不是，他们只是到方便有余土去，哦，然后要在那边呢，再等佛哈、哦，把他们叫醒了。对啊，所以天台的说法就是接上了，就是他说你到了有余土去哈，然后在那边入涅槃，这个时间到了哈，好像是两万劫还八万劫哈，他会把你叫醒，哦，嗯，对，余国了，等于他会到别的他方净土去，然后这时候呢，佛会。替他说大圣法，他那个时候如果有大圣的善根，就会起现行；啊，如果没有，那如果没有怎么办？啊，所以不可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尊佛，通通都会给他们下那个一佛圣的种子，所以他到他方世界去受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把他们的善根哈、哦、给叫醒。啊，入涅槃这件事情也是跟那个时间有关系，不是没有说有说到。那现在窥基大师这边是说，绝对不可能连阿赖耶识体都不会没有了，还在，所以他只是断掉第六世的俱生第七世的俱生我执啊，他说什么？记不起来的原来哦，所以他这边写到啊，这里二圣啊，入无漏心，暂时糊灭啊。可是如果是第六世的啊，是入圣道就可以糊，可是要完全断尽，必须是在金刚心定，金刚心断尽这个俱生我执。那俱生法执呢？俱生法执还在啊。有没有这样子的说，就是圣者他也是灰身灭智，然后就是没有就以后就不受身了，就是到无余涅槃，有这样子的修行，然后二圣是这样说啊。问题就是在大圣的说法说，那这样的话修行有什么用？请问你修了半天之后。入无余涅槃之后，生命的现象到底是什么现象？你有像佛那样子具有无边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继续永恒不断的度众生吗？没有耶，你等于你到那边所有的功用、精彩的功用就全部停下来。对呀、啊，全部停下来耶。你修半天，很努力的，经过阿僧祇劫这样修，终于修完成了，所有功能停下来，一切恢复平静，什么作用都不起来耶。你干嘛那么辛苦啊？你只是为了自己的话，干嘛要
那么辛苦，你真的就是修二圣就好了，你自己这一生就搞定了。如果你比较厉害的话，一生就把它搞定，你何必还要去走什么三大阿僧祇劫？对啊，就是有定性声闻啊。但问题是说，定性声闻的话是指他在这一段时间。这是我们当时说，这是我们天台的说法。对。但是说对照《法华经》，因为他是解释《法华前传》嘛。对。但是问题是，对照《法华经》好像不是这么说。道心长老他这样讲，那也不好意思。对，直接否定了。不否定，不敢否定慧智大师了。对。看《法华经》的意思又不像这样说。对。有《法华经》的意思，其实还是就是像刚老师讲的，就是要再到余谷，再有余土去。对，有他们的解释方法啊。在其实除了天台以外，除了天台华严我不知道，华严我并不是非常熟，但是那一般的唯识以下，他们都是这样看的。哎，是啊，认为三圣都是认为有三圣的嘛。三圣的话，如果你认为三圣究竟的话，那基本上阿罗汉就是修藏那边就没事了。哎，没事了，全部停了。哎，不是，你如果解释三圣究竟，你不要放在《法华经》的注解里面讲嘛。对啊。对啊，你拿着经文，结果写自己的意思。法华经的说法。对，对啊，是啊。是啊。是一个前导，不是你如果读一切世界的那个，他那个有无余涅槃道，就无余涅槃就这样子。对，唯识也是认为三圣究竟的，啊，那个六理，是啊，不是就一切世界论嘛，就是这个。是啊，是啊，是啊。他也是这样子，对，他也是这样子。是啊。他很死板，就是这样。就是啊。我们只能这样说了，我们就相信天台的，我们就讲。法华经是佛说的，我们怎么讲？对不对？怎么讲？我们就这样说，那法华经是佛说的嘛？你说论师讲的对还是佛说的对？我们就，对呀。唯识他是一个，他也是大圣喽，唯识也是大圣喽。对OK。哈哈哈哈哈。我们讲的修行都是真的很怕死的。嗯。其实虽然在汉白之论，在密宗是坚。对。哦。哦哦哦。可是问题是密宗的讲法，其实我这样觉得比较像汉白的说法，就是那个对于这种就近的解释吧。我上过他那些课，我觉得好多地方都跟天台很像。对。是我先学天台的关系了。啊。我觉得他们讲到最究竟了，还是真常唯心的系统。可是如果在四中要义那边的对比啊，他们是用中观作为最了义，而他们却说这个是显教，
哎，这显教密圣的话呢是更高的，那一更高的话就越来越趋向真常唯心的说法。哦，支那堪布。啊，对对，那个对支那堪布，他的讲法有一部分认为说他的讲法并不是说被完全排斥，而是在林玛巴的那些原那个什么掌中学的学的那一块，他说在那一块是感觉到，就跟他们是讲法是比较接近。是啊，说比较像禅那种顿悟的参观。但是宗喀巴大师所批判的最主要就是说，你太偏到那边去的话，你舍弃了该有的戒学。该有的定学啊，你恐怕是都不能成就啊，所以他才特别老是引用这个做例子，所以我才会说那个有可能是因缘不合啦，啊，就算是真的是六祖慧能传过去的哈，大概也跟那当地的人因缘不合。我觉得这样讲是真的是为了广大的众生来对的，没错，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圆顿的，没错。嗯，中国人他们就是不爱思考，喜欢那种顿悟的东西，可是问题是就是这样一流弊下来就很多了。没错啊，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就继续咯。好，735最后三行这边科判后，所以呢把阿罗汉讲完之后呢就开始要解释这个蛇，可是要解释这个蛇呢很奇怪啊，他的科判你看啊，生出烈翼鸣，蛇什么呢？蛇阿赖耶识啊，那阿赖耶识只是一个名称，还有其他的名称都是跟这个阿赖耶识相等号的啊，所以他为什么要先生出烈翼鸣？生恶，你看哦，他最后一行735最后一行才会说呢，送以下方证明舍。我刚开始看不懂什么叫做后送以下方证明舍，你看741原来就是741的第三行引用契经里面的颂，也就是引用第四行的如来功德庄严经里面的颂，如来无垢世是净无漏界解脱一切障缘尽智相应，这个颂之后741的最后一行才开始在解释阿赖耶明过失重故最初舍故持中偏说，才解释这个舍。你看那个741倒数第二行生恶证明舍位，哦，所以这就是呢，这个735最后一行它的意思就这样，分两段，第二段是在那个如来功德庄严经的记诵后面，才是第二段证明舍，啊的这一部分。好，那736第一行。一切有情皆有此体，故随别意立种种名，这个我735最后两行那个诵论的文没给人家念哈。然第八是虽诸有情皆悉成就，而随意别立种种名。人家明明写随意别，我们窥基大师就给人家改过了，随别意。好啦，无紧啦吼，意思同款吼。所以呢，不同的意思有不同的名称啦。名非一故，于有情中有成就此名，有不成就此名的，如下分别，那么如下分别呢？你看哦，这个有二别是呢，分成二虚出通明，虚二在哪里？举名，在737的最后一行。那所谓的通明别名呢，就是737的倒数第五行。此等诸名通一切位，也就是说凡夫位、圣人位、有漏无漏一切位啊，所以哪些名？心、阿陀那、所知一、种子是，这四个名称通一切位，这样叫做通名。那局名的话呢，738阿赖耶第一行738第一行阿赖耶，然后中间那一行此名为在一生有学，凡夫有学位，不是无学位，不是不退菩萨，因为讲阿赖耶有杂然法执障义故。第二个一熟是738最后一行，一熟是
能引生死，善不善业，亦所果故。七三九第四行，这个名称也为在一生二圣诸菩萨位，比那个阿赖耶的位置更低。阿赖耶起码呢是一生有学，可是呢七三九为在一生二圣诸菩萨位，哦，那么更广泛，应该这么说，更广泛，连菩萨位都可以涵盖进来，只是不能够有如来地，不像前面是不能够是无学位，不能够是不退不上，这边涵盖的范围更广，哦，通通可以叫做一熟识，哦，然后再来七四零，最后呢也叫做无垢识，最极清净诸无漏法所依止故。然后呢倒数第六行七四零倒数，此名为在如来地有。所以为什么叫这三部分都有一定的位次啊，都有一定的位次，不是所有的位次都可以用，不像前面心啦、阿陀那啦、所知一啦、种子事啦、凡夫位、圣人位都可以用，它的通名局名原来是这样分的哦。所以光是这边就列举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列举了七个名字，其实不止哦，啊，不止哦，你看哦，了义灯，请看这边，了义灯就列举十八个，了义灯是会找会招，那个字念找还是招，三点水一个照，招是吧，会招哦，总共列举十八个，无末世、本世、宅世、藏世、总是无垢是慈缘等等的，无末是本是宅是藏是种子是无垢是执持是缘显现是转是心一所知一一熟是啊，是分别是是根是啊，或者是生穷生死运有分是等等啊。这总共有十八个，然后呢这个杂集论述记再加一个，总共十九个，掌中书要十八个，杂集论述记、掌中书要都是窥基大师写的，会招是存下来，我不知道跟窥基大师的关系是怎样，我就不忘记了。三读是什么意思？三组，后来立的是玄奘大师第一，窥基，第三会长，就会长，第四智州，智州，哦，你还有人把玄奘大师不立为师，窥基大师立为师，哦，那这样会招就第二，对，哎，对，华相宗，我以前上净月的课，那个法师第一次上课就讲那个了义灯。十九个名字，是啊，对啊，啊，光解释这个就要十九个，解释到来都几堂课了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资料呢就提供给各位做参考了，我不想一个一个解释了哦，我们课本有讲的讲一讲就好了。好，第一个用心执多，七三六页的第五行哦，第四行念一念，或为或明心，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集故，这样叫做心啊。心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社论》第一卷讲由种种法积集种子等及积集意，其实《社论》的意思的本文不是这样。人家有加熏习两个字，请看这边，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集故，有多熏习两个字。哦，不过重点在哪里？心呢讲的是积极意这个为主，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呢是起，所以你看他
慧济大师写得清楚，心意即起意，心的话呢，能够即生多种之故，或能熏种于此事中，即积极以后起诸法。要积聚种子之外，还要生后起诸法。所以心实上有两个意思，社论里面呢只有强调是积极这一个意思而已。哦，那这句话还好懂，下面呢，心意是中心之心也。哦，这个哦搞半天的哈，我说请你看906页，906页的第八行，楞伽云四有八种，四是通明，63云，当然瑜伽师地论喽，63卷喽，虽诸事皆明心意识，随意圣说第八明心，第七明意，于是明事，这样子，啊、哦，所以你说那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心叫做心之心呢？啊、哦，所以这个，请你看回电脑这边了，《瑜伽师地论》63卷，啊、哦，刚刚念了63卷，始终诸事皆明心意识，若就最胜。人家本文还比较清楚一点，阿赖耶是明心何以故？由此是能集聚一切法种子故。这瑜伽师地论写得很清楚，集聚一切法的种子哦。所以那这样的话呢，解读就解释哈、哦，说心意是三种心法的心，然后心有集起，意是思量，事是了别，所以讲。心之心也就是这三个都叫做心法，心意是三种都叫做心法，三种心法里面的心就是指第八识有集起意的这个心，这样叫心之心、哦、那么接下来何以得知心是此事，社论等云心体第三离阿赖耶识不可得故，对法第二亦有心意，与此不同，比设法意具一边说。色道生论的这一段话，你看它的本文是这样：论曰，心体第三，若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哦，果然慧济大师没引用错、哦。是故成就阿赖耶识以为心体，由此为种子，意即四转。所以为什么写个心体第三？可是你说这样，我就看懂了什么叫做心体第三，怪不得搞哈。看到太虚大师这一段文字很清楚了，四心意识的四，讲的是前六识；意讲的是等无间跟染污两种意，心之体法数居第三。这样叫做心体第三，心意识把它倒过来，四意心，你也可以这样说、哦、所以只有这个心体，色若离开阿赖耶识，更无别法可得为体。这样叫做离阿赖耶识不可得，也就是这一句，由此为种子，意即四转。离开阿赖耶识心，你没办法转动意跟事，第七识跟前六识，所以离开阿赖耶识更无别法可得为体，也不可说心是意识的总称，不是，心意识三法并列，以是成就阿赖耶识以为此心之体也，又有此心为种子故，第七意及前六识等方得转。那对法第二这一段为什么说与此不同，比设法意具一边说，对法杂集论，对法就是杂集论第二卷，心者为运处界，运界处习气所熏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一名一熟识
阿陀那是能积极诸其系故，也就是说对法讲的心就是强调积极习气，积极习气，所以具积极一边说，他只具特别说一积极，不说升起另一边。但是前面就说了，心有急跟起恶意，急起恶意，对法只强调积极这边，没有强调升起，是这样叫做与此不同，比设法意具一边说。可是成文是论的文也没有写到升起啊，也是写种种法熏习种子所积极故啊，也就是说只有跟社论跟对法论讲的一样啊，是窥基大师特别强调不只是只有积极还有升起，让后面能够起来有这些种子才能够升起，后面起现行嘛。哦，是这样的意思，这样叫做聚一边说。好，这个是心，特别是讲心意识三个对比对列之下叫做心。再来又叫做阿陀那，阿陀那是执持种子及诸色根令不坏故，特别强调就是那种执持不坏哦。所以阿陀那执持诸种有色根故，所以这种讲法就通凡通圣，圣人要出现在世间也要有这个功用啊，你才能够维持一定的色身啊。哦，所以此通凡圣，色论第一云为取所依，这样定义的话，唯在凡夫一边的染意说非通诸圣，也就是说千万不要用色大圣论这个取所依来解释阿陀那。哦，因为这种取所依的话，唯在凡夫这一边的染意说非通诸圣，反而呢是用杂集论等七，还有瑜伽师地论七十三，可是呢所引用出来都是七十六。因为你看不管理论生什么的啊，现在看到的都是七十六哦，所以这边呢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改，因为他不但是这边写七十三，七三七页的这个第七行，第八行，他也写瑜伽七十三，可能当时候他的版本是七十三，后来我们看到的才是七十六，可能是这样。对，对啊，哦，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也不敢改他，说他一定错了哈。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回来哈，还继续解释哈。不管是杂集论，或者是一些师地论或解深密经，通通都一样，一样什么呢？能持根一。哦，也就是呢，你看到这个杂集论这边讲，阿陀那是能速速令身相续，持诸根等令不坏故，强调的是诸根。哦，然后呢，色大圣论呢？才有解释直受一切有色根，一切自体取所依，他多一个啊，哦，所以他说如果用这个解释的话就偏在凡夫那一边，因为有色诸根啊，由此直受才无有失坏，尽受随转，又于相续正结生时取彼生故，直受自体，是故此是一说阿陀那识。所以可见这边是生死相续当中的凡夫这个角度去说的，哦，所以他才要说不要采用色大圣论的有取所依的，只要用直受有色根就好了，只要让这些诸根不坏，甚至呢，像这边瑜伽师地论也这样解，最初一切种子心事成熟，辗转合合，增长广大，一二直受，第一个有色诸根及所依直受，
第二个分向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直受，跟解深密经讲的一样啊、哦。那有色界具二十受，无色界呢就不具两种啊、哦。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有色诸根及所依直受。你说所依是什么？所依是什么？课本这边倒数第二行，能持根依，根依就是根所依处。根的所依处，色根的有所依处是什么？浮尘根、肉身。白话详一点，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这个前五根的或者是一根的所依处，不就是浮尘根吗？浮根尘呐、啊，他们用的是浮根尘。哦。所以此意能持根依，然具身说约根为论，那就不讲浮根尘啊，反正就是有色诸根就好了啊。但是其实也包括了这个浮尘根，这样子能够让你的浮尘根不坏，就是因为有阿陀那识，是这个哦。然后唯在凡夫这边这一句意蕴说，世亲的摄论云，当知于六趣生死，即云六趣，所以讲的有生死这边不通胜。那无性的论的话，就是摄大乘论哈，一个是世亲的摄论，一个是无性的论。四智体与取为一，此曰与烦恼种现为一，当然就不通胜。哦，所以此其通下解，阿陀那识甚深细中。只取结身相续于，也是从凡夫说的。只要有讲结身相续的，都是从凡夫来说阿陀那识。但实际上阿陀那识呢，其实是通凡夫通圣人。他这段的意思是这样，通凡夫通圣人。但是如果你把阿陀那识也解释成取所依，那就是偏在凡夫会生死相续的这边的凡夫去说了。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啊、哦，跟那个所知一不一样哦。第三个所知一跟前面的取所一不一样哦。所知一是所知法的三性法，所以你看，所知一能与染尽所知诸法为所依止，加个所会比较更清楚，啊。能给那个染尽诸法，而这个染尽诸法是你的所知为所依止，所以他第一句就解释所知就是三性法与彼为一。那这一段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了啊、哦，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啊、哦。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请各位合掌回向。稍等一下，我把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通生极乐国。